四生片火锅。火锅并非川菜中才有，这道四生片火锅选用猪里脊、桂鱼肉、猪腰、鸡脯肉四种生料，是冬季的时令名菜。四生片火锅选用的原料有猪里脊肉100克、桂鱼肉100克、鸡脯肉100克、猪腰100克。冬笋50克，水发香菇25克，鱼丸。白菜心100克，油菜心100克，芥蓝菜心100克，菠菜心100克。酱油15克，鸡油10克，精盐5克，胡椒粉1克，味精1.5克。制作的时候，鱼肉、猪腰、鸡脯、里脊分别片成薄片，冬笋也切成片。取一只碗，加清汤、酱油、味精调匀，分别浇在鱼肉、猪腰、鸡脯、里脊肉片上，锅上火，加入少量底油，放入香菇、笋，煸炒后，放入清汤、盐、味精、酱油，烧开后倒入鱼丸，淋入鸡油，连汤带原料一同倒入火锅，其他的几种原料随吃随放入火锅。四生片火锅制作的关键是注意将火锅的火生好，保持汤汁滚开上桌。它的特点是汤味鲜美，气氛热烈。